中国工程师学术团体联合进入工程师节大会，由中国工程师学会常务理事胡耀明主持。胡耀明致辞指出，总统、副总统连任就职，因此今年的工程师节庆祝大会具有相同的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山学院院长高希可夫教授在会中以教育制度对矿业经济发展所负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陈立夫资政也以恢复自信、迎口改善为题发表。